是糖粉，然后加上那个维他命。蓝色包装倒出来白色粉末，这是李小姐在网络上咨询后所收到的客制化减肥配方。当时她在脸书上看到打出减肥名医邱正宏医师的名号，可以量身打造减肥计划，而且很方便。引导加赖之后，询问个人体重、体质一系列问题，给出了三个方案。李小姐选了最贵的60天份的配方，要价15,680元，甚至还给了先前成功案例以及认证书，增加可信度。直到收到商品，李小姐怀疑被骗了。60天可以送20公斤，里面很多的那个照片，其实在各大网站其实是重复使用。为何李小姐觉得怪？因为收到的配方上居然写的是简体字，让她更加质疑东西来源是否安全。没想到询问周遭朋友，她并非第一人。不仅是我一个，我很多的朋友，他们在去年的时候，在年初的时候，都有遇到过相同的这个状况。那第一阶段呢，是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，你要继续再来购买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东西是假的，然后就前后不一致这样的说法，那根本就是诈骗。其实这状况邱医师也不堪其扰，脸书粉专特别提醒，减肥门诊只有实体，没有所谓网络老师专人配药，要避免被骗，只要记得邱医师只在诊所亲自看诊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因为我们也已经采取法律行动，也报警，然后也告对方。有些人啊，被骗的买了好几万块的产品之后啊，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居然找到我们打电话来叫我们赔偿他。毕竟减肥配方不可能医师完全没经过专业亲自诊断就能开立，民众眼睛还是要睁大，以免吃下肚反而伤身。台北新闻连日就有深新闻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